就这个。呃、嗯，先坐在，先坐下，是先坐下，好、嗯。 学生，我们俩的话语，我们俩的话语权是不平等的。就说你后面你提出的四条观点，我没有任何一条可以反驳，因为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对不对？你在那里说的很好，你回去住宾馆了，我反驳你，我可能进小黑屋了。<laughs> 第二个，<laughs> 第二第二个，就说，呃，这位同学，请不要打断我。呃，请不要打断。呃、你应该有这个封住。呃 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来了，你问一个问题，问题好不好？来，这样问你提个问题，提问。不要讲台词，一个问题的，大家问你的，好吧？同学，那问题是我可以扔鞋吗？啊，我觉得您侵犯我自由，在这个国家没有。大家好，今天影片开头的两个小视频呢，狗哥呢待会儿再说，先说一下，在中国时间的今天凌晨，发生在墙里边的一个大悲剧，啊、呃，位于中国广东省的一条高速公路。 它是突然出现了这个路基塌方，高速公路塌了，结果呢就导致在路上行驶了有十八台汽车是冲下去，那这个车里边人员它会出现的情况，大家呢都可以想象啊。这个事儿它现场的视频和照片呢都看起来啊是很惨烈，所以呢狗哥在这儿呢就不给大家呢展示了。对这个事儿，狗哥呢重点强调几个点：第一。 今天是墙里边这个所谓的五一长假期的第一天啊，全中国人民在今天呢又是被迫的这个扎堆出游，所以呢，在这个灾难突然发生的时候，凌晨两点多，高速公路上还会有那么多的车在跑，而且呢，很多车里边都是一家人全在，很多呢都是一家人开车出游过节啊，这个呢是狗哥呀要强调的第一个点，墙里边的你像这种啊被调休。 集中放长假的这种啊旅游发展经济的模式，其中呢是存在很多的弊端，很多的危险。这个首先显然是中国政府他搞出来的锅。这个事情的第二点，在灾难发生的时候，现场呢有不少这个目击的司机都说呢，那些啊掉下去的汽车们发出了不间断的爆炸声，有十八台汽车都掉下去了。不止一位现场的目击者说。 他们是听到这个不间断的爆炸声，那狗哥在这就想，这些爆炸声里边有多少是来自中国国产的这个所谓的新能源汽车啊？是来自中国国产的电动汽车？大家都应该知道一个常识，电动汽车的电池，他们最怕的就是碰撞，最怕的就是被撞击，对不对？电动汽车的电池，它一旦是发生猛烈的碰撞，它就容易发生起火，甚至说发生爆炸。 所以呢，这方面这个情况，狗哥呢是希望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政府能够认真的调查一下，在这场大灾难里边，十八台汽车里边有几台是电动汽车？这些电动汽车里边有几台车的电池当时呢是发生了爆炸？这里边有多少台是传统的这个汽油车、柴油车？这些油车里边有没有也发生这个起火爆炸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在中国强里边搞这个电动汽车大跃进的，今天这方面这个调查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特别呢是在发生了这种重大灾难之后。但是，哎，狗哥呢是要又很无奈的说这个但是了。狗哥呢可以非常的确定，这方面的情况，中国官方他绝对不会去进行这种认真统计和调查，他更不会公开向中国的舆论和公众说明这方面的调查结果，让舆论呢去进行认真的审视还有讨论，这方面啊是绝对不会有的。 第三，狗哥呢还可以肯定，对这起大灾难，中国官方呢，他还是会把这个主要的锅呢都甩给这个老天爷，说呢都是最近广东连续下雨导致的，导致了这个高速公路的突然塌方。中国最广大的小粉红们肯定呢也都会从这方面去配合官方进行洗地，说当地最近下了这个啊好几个月的雨，如何如何如何，所以呢这个灾难就完全是天灾，就应该老天爷去背锅。但是很多网友都会知道。 最近，你像在这个中东的阿联酋这个国家，它呢也是突然下了超级大暴雨。据说阿联酋一天的降雨量相当于啊那个地方平均一年半到两年的降雨量啊，在迪拜它一天就下了平常相当于一到两年的这种降雨，但是狗哥呢也没有看到人家迪拜啊也出现这种房倒屋塌、那些阿拉伯大袍们被冲进海里边儿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对于今天凌晨广东高速公路塌方这个事儿，狗哥最重要的就是灵魂一问，就是说好的这个中国基建狂魔，他在哪儿呢？为什么中国基建狂魔他的实际表现会是这样？今天塌方的那段高速公路，他在当初选址设计的时候，那个路段的选择，那条路线的选择，它是不是就存在问题？那条高速公路它的建筑质量怎么样？它是不是？ 也存在这种偷工减料，是这种豆腐渣的工程。还有很重要的，最近广东好像呢，确实呢是一直在下雨。那在这种天气里边，高速公路的管理方，他有没有对这个公路的路基的安全进行加强性的巡查？难道在这个今天凌晨它突然坍塌之前，公路管理方他们的巡查、他们的检查，对这个问题、对危险，他们一点点都没有发现吗？ 狗哥刚才提到这些问题，在所有的正常国家里边，特别呢是在现代文明国家里边，都是在这种大的灾难发生以后，舆论和公众呢都必须要去关注和追问的问题。在所有正常的国家里边，都会对所有这些问题呢去进行审查、去进行调查，然后呢努力找出问题，该追责谁就去追责，该赔偿就巨额赔偿。如果政府方面有渎职失职行为，那相关的官员该下台就下台。 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会总结教训、总结经验，这样呢，你才能够尽量的避免类似的灾难以后呢，再重复的发生。这个呢，是在所有正常国家里边基本上都会有的做法。但是呢，在现在的中国，所有的这些方面都通通不会有。中国官方他就把这个锅会甩给老天爷，他再稍微的给那些啊遇难者的家属呢一点点钱，然后呢，他们就赶紧的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后呢，这场灾难呢就完了。 所以呢，狗哥在昨天的影片里说，整个中国它的安全方面啊，其实呢就是一个大的草台班子在指挥在运作，墙里边的普通中国人们，狗哥的中国同胞们，普通的中国韭菜们，大家呢能活着呀、啊、就已经呢算是不错了，就很幸运了。大家呢不能再要求太多了。昨天刚说完，结果呢今天凌晨，广东的这个灾难就再一次证明了这种草台班子的状态。 听到这儿，肯定呢会有中国的粉红的又跳出来，说狗哥你又又又又又在故意的黑中国。这种事儿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啊，什么这个呃呃楼塌了、桥塌了之类的，你为什么偏偏这么猛烈的在批评我们中国？第一，刚才说了，在其他正常的国家里边，特别呢是在现代文明国家里边，发生这种事儿以后，基本上都会进行认真的、公开的、透明的调查。但是在中国，中国官方他不会。 狗哥重点批评的是这个。第二，在其他国家里边，当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儿，但是人家从来都没有举国上下吹自个儿是基建狂魔吧？在这个宇宙里边，是不是只有中国这一个国家，从官方到最广大的粉红战狼们，最近十年来一直在吹自己的国家是基建狂魔，这方面吹的是牛叉的不得了，对不对？那你自个儿既然吹成这样， 你现在发生了这种高速公路坍塌这种灾难，狗哥呢当然就要猛烈的去关注，猛烈的去批评。你既然敢吹牛，你就必然应该要承担吹牛这方面的代价。当然了，狗哥呢还是那句话，对中国的粉红们讲这种道理，讲这种逻辑，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真的就是对猫弹琴。中国新一代的粉红们，他们经过最近十年来墙里边的这种战狼洗脑，这种厉害国洗脑。 他们现在这个脑子里边呢，只有这个所谓的爱国立场，他们已经是完全不讲事实，完全不讲逻辑。在这儿，狗哥呢要首先这个感慨一下，在以前，狗哥自个儿、啊、自古以来有的一个观念，就是狗哥认为呢，一个社会里边呢会一代更比一代强啊，一个社会里边这个年轻人，年轻的一代呢总是会比他们的这个父辈呢会更有希望，会更有创造力。 会更有担当，所以呢，这后浪呢必然要取代前浪，后浪们必然会有更好的生活，后浪们很大概率啊、呃、都会让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呢会变得更好。这个呢是狗哥在以前有过的一个观念，但是经过最近这七年八年对中国的观察，狗哥现在认为这个观念呢很可能错了。现在中国年轻人里边的主体，中国的九五后、中国的零零后们。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特别呢是他们对墙外边现代文明世界的认知，他们在思维的这种开阔方面，他们在逻辑思维能力方面，真的呀是未必比中国的这个七零后、八零后这两代人优秀。狗刚才再重复一下这个观点啊，现在中国年轻人的主体，九五后、零零后的年轻人们，他们肯定呢是更爱中国，他们呢是所谓的更爱国，但是他们在这个思维的开阔度。 他们在眼界的开阔度，他们对墙外边现代文明世界的了解、认知，他们在逻辑思维方面，很可能反而呢是要落后于中国的这个七零后和八零后。今天也没开头给大家分享的两个小视频，我认为呢，很能够说明这个情况。这两个场景，他们的跨度呢是超过十年。第二个场景是发生在二零一二年，那个事儿，肯定中国的这个九五后、零零后们，绝大多数都是不知道的。 当时是这个著名的“大五毛”，中国的野生国师司马南，被邀请到中国的这个海南大学去做这个所谓的讲座。结果呢，在现场就有一位海南大学的学生呢，是挺身而出，很牛叉的去公开挑战司马南。最后，他呢还亲自向司马南呢是扔鞋，表达对司马南这种朝廷鹰犬的抗议还有鄙视。大家从视频里边都看到了，当时对于那位大学生他挑战司马南的言论还有行为。 在现场也有很多大学生呢，都是很热烈的在鼓掌叫好。二零一二年那时候的大学生，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在九五年之前出生的？第一个小视频是发生在今年最近，中国这个最正统的国师，著名的张维维，他去上海同济大学，也是去做这个讲座。结果呢，张维维是受到同济大学学生们他们的超级热烈的欢迎。 这种情况，大家从视频和照片里边呢、啊、都能看得很清楚。这个呢，就是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边，中国的大学生们、中国的年轻人们，他们在整体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同样都是大五毛，同样都是为朝廷这个大唱赞歌的，同样都是整天骂美国、整天骂西方国家的。司马南他十二年之前去海南大学去忽悠，结果呢，就遭到海南大学学生们他们的很牛叉的反对还有抗议。 但是现在，张维为他去上海同济大学，他呢是受到同济大学大学生们的热烈的追捧，网红一样的追捧。这个呢就是十年一觉中国梦啊，梦醒时分的一个结果。而且呢，在狗狗的印象里，上海同济大学这个大学，它的名气、它的水平应该比这个海南大学呢要高很多，要优秀很多。 这么一对比的话，是不是现在这个同济大学的情况呢就更糟糕了？当然了，狗哥呢也看到了张文维维他去同济大学这个事儿。事后，当时在现场的有一位学生，他对这个事儿发了辩解还有说明。他说呢，根据他本人观察，现场呢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学生，他们去现场，他们是专门过去看张维维笑话的啊，他们要拍这个张维维的表情包。 是作为一种讽刺的娱乐的心情去看张维维，去给张维维鼓掌。他们实际上呢，并不相信张维维讲的话。这位同学说，他本人也是这样。这位同学，他呢，就是这张照片上啊，所有笑的很开心的那些个纯爷们儿里边的一位。狗哥认为，这位同学他的这种辩解还有说明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你这个在现场、在照片上明明笑了，都是非常的真心笑的，都是非常的开心啊！这表现的跟张维维呢是一样的开心，都是在竖大拇指，其中连一个偷偷竖中指的都没有。所以呢，你就别说是什么，实际上是看笑话和讽刺了。这种表现和辩解，对比一下十二年前海南大学的学生对司马南的那种态度和表现。 狗哥认为呢，真的是同济大学这些学生呢，很苍白，很无力，而且呢，还很虚伪。狗哥是自古以来认为，你是这个真粉红，你是真战狼，你真心去认可和喜欢像这个张维维、哈马斯。你如果说你敢于公开坦诚的承认这一点儿，那狗哥呢，可能还会敬重你呢，是一条汉子，你呢，是一个纯爷们儿。 但是呢，如果你在内心里边，你明明是这么想的，你又不敢的公开承认，还各种去辩解，我不是反犹，我不支持哈马斯，那这个呢，你从做人这方面呢就没意思了啊，就太虚伪。关于上海的这个同济大学的学生，最近呢还有一个非常脑残的新闻，就是德国总理舒尔茨他去中国访问，舒尔茨呢被安排啊去这个上海的同济大学跟中国的大学生们呢。 呃，跟年轻人们呢做交流，结果呢，在现场就有一位同济大学的学生向舒尔茨提问，说了，我听说这个吸大麻在德国是合法的，那如果我去德国留学，我到了德国以后呢，是不是我就必须要去吸大麻？对这种脑残问题，对同济大学的学生能提出来这种问题，狗狗真的是没法去评论啊。这个呢，就是狗狗刚才说的。 这个脑子里边呢是完全没有正常的这种逻辑思维的能力。中国的网友们都会知道，在这种场合你能有机会去向德国总理去提问，这些学生绝对都是这个同济大学的校方他们提前安排好的，都是这个学校里边一些所谓的啊最优秀的、最可靠的、最爱国爱党的、最根正苗红的那类大学生。所以呢，现在中国大学里边最优秀的大学生们。 都是这种逻辑思维能力，将来他们很可能呢还要接班，要继续掌舵这个中国政府，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大家呢都可以想象。中国这个五一假期还有关于这个中国大学生们的一个特别的新闻，大家来看啊，说这个部分中国高校禁止学生在五一集体出游，这个事儿它就是现在的这个五一假期，中国墙里边的一些大学呢已经是对学生发出禁令，禁止他们集体出游。 就是在这个假期期间，你这个学生个人单个如果离开学校去旅游，这个呢可以啊，没问题。但是呢，这个校方呢，他不允许学生们以班级、以集体的形式呢去旅游。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那这些学生呢就会遭到学校的处分，是不是？这个即便不是以这种同班啊，不是以这种社团的名义去旅游，只要是同一个班里边、同一个宿舍里边有几名学生，他们一块儿出去旅游。 是不是也可能呢？会遭到同学们的举报、被告密，然后呢就遭到学校的处分。正在看这个影片呢，墙里边的这个大学生的网友们，如果说你所在的学校里边呢也有这个规定啊，狗哥呢也欢迎大家呢都留言分享一下。那中国这些大学里边，他们这种规定呢荒谬之处，在这狗哥呢就不多说了啊，就是管得太多、管得太宽、管得太严、手伸得太长，把中国的大学生们。 把中国的成年年轻人们还当成是巨婴在管理，对这个事儿还有一个这个特别好玩的啊，大家来看这个中国官媒光明网，他对这个事儿发了评论：高校发布集体出游禁令，大学生们自个儿也应该想一想。他这个评论的意思呢，是说这个大学啊，对学生们现在呢是管的越来越多，管的越来越严，这个呢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不应该。 但是这个评论，他接下来重点说，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们，他们被管得越来越严。那大学生们他们自己是不是也有问题？他们现在被管得这么严，是不是也是活该？他举的例子就是，在之前墙里边这个舆论呢，有呼吁这大学呢要打开校门，要接纳社会游客。结果呢，这个事儿有大量的大学生呢就表示反对。大学生们说呢，学校里边安全最重要啊，如何如何。 所以呢，他这个评论说，既然中国的大学生们都信奉这种安全至上，都呼吁要严格管理，那现在他们的学校对他们管得越来越严，甚至连他们假期集体出游都不允许，那是不是这个呢？就是这些大学生们，他们现在应得的啊？按照这些大学生他们自己在安全上的这种逻辑，狗哥是认为呢，中国官媒的这个评论呢，真的是很好玩儿啊、哦！所以呢，现在。 墙里边的这个中国大学生们、年轻人们，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可怜。他们主要呢就是被中国的官媒、被中国的集权环境被洗的，他们脑子里边啊现在是没有这种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他们被洗的是只会爱国，但是呢，他们没有逻辑思维能力这个情况，现在呢反而呢还被中国的官媒呢去批评，所以呢。 真的是很可怜啊！这个呢，应该呢也是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呢主动选择躺平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躺平了以后，就可以不用想的太多了，啊、所以呢就不用活得会那么累啊。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也祝愿大家呢五一节快乐，有一个好心情啊，都平平安安啊。咱们下期再聊，拜拜。